问题不大。看错了，感谢办卡，谢谢谢谢。红点强迫症，哎，这个英雄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就全部有了，厉害吗？你告诉我这个号可以，这个号值多少钱？有人有预测达人估一下吗？啊？敢不敢估一下？了解一下？是不是很值钱？我再展示一遍呐、啊，商城英雄没有，皮肤只差两个，铭文。背包，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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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不多？一百个牛肉丸，别闹。我们来算一下，好吧？我要打个机，开个计算器，算一下，怎么算？我想一下，一般来说，一个铭文多少钱？我感受一下，一个铭文包多少钱来着？铭文碎片，这什么？1600碎片就是1600碎片，70。就是差不多，你这个一块钱就是22碎片，是的吧？大概值1433323。啊，我记得还有个东西啊，它是什么？有个最近的那个什么特惠的买铭文的是什么礼包啊？限购日常的，怎么没有了？我上次才看到那个铭文礼包，哦，铭文周卡对，现在又有这个东西了，这是个好东西吧？这钻石周卡，铭文周卡。立即获得和铭文月卡一张，这现在攒铭文好像便宜多了呀，7块一个五级铭文，你在开玩笑？怎么可能7块钱一个五级铭文？你别闹了好吧，这70块钱差不多一个铭文吧，等一下，1块钱22个，一个铭文是1200个吧？我想一下，五级铭文是多少？1600，这个买的是多少？1600也是1600啊，70块钱一个铭文呢？是吧？70块钱一个铭文，10个铭文，700块，一套铭文页700，700×3，2100，打个折了，打个6折，行吧？哎，怎么打个6折？越打越多，70块钱×10×3×0.6，打个6折，好吧？1260。一套铭文，
你怕不怕？1261套铭文，刚才有多少套啊？不用算了，进游戏了。我有多少炮啊？我看一眼，我说不定没进去，看一眼看一眼。一排、两排、三排、四排、五排、六排、七排、八排，差不多八排吧。哇，光明文就，哇，你这个光明文死磕就得10000块钱了，好恐怖啊！感谢六我为大仙来六，谢谢你。大仙艾琳娜，我没那个英雄啊，你别艾琳娜，我没有啊。这直播间估计还很多人都不知道艾琳是什么吧，就是后羿。之前可以把后羿跟艾琳一起玩，你会发现你队伍里面有两个后羿，有这种套路，但现在就没了。现在有艾琳的账号谁有啊？你有？你有艾琳的账号？真的假的？艾琳的账号是老，应该是绝版的呀，艾琳应该是绝版的东西。这不是抢一首老虎、哦、哎，抢老虎啊。感谢我伟大仙来，谢谢你。炼与制作人解释一下，我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给你们直播过吗？不知道吗？当时不这个游戏很火吗？然后我让国服第一白起，我的弟弟也扮演白起。这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不是闹吗？行不行啊？我们等下去反野怪，他选个这个，好不好打？完了，我感觉我们这个阵容不是很好，有点烦。他感觉他要无敌了，我怎么有种不相信的感觉？差不多，都是这样出，都是。什么娜可露露反波野怪，反波野怪拿个红，然后再拿自己家蓝，就按照这个节奏来，惯用套路。一开始没有人，基本上不存在有能把这个老虎打回去的人，好吧。我老虎带了百川狩猎，啊，异变狩猎加鹰眼。早起啊，我手今天真的按疼了，我今天直播几个小时，从4点到12点，8个小时。 OK， 我真的手按疼了，手按疼了也只上了100多分。哇，这个巅峰赛真的是不要太难，好吧。七七，Let's go。哎，谁辅助啊？这三个人怎么长得一个样？才是最终入场权。请求集合。
是的，不止自己的足球梦。三 buff 开，厉害了！干得漂亮！干得漂亮！哎！高一个，高他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不怕。这个老虎节奏很快的，一般你反野怪就几乎是赢了，懂我意思吧？本来想去反的，后来算了。那他们那个红应该是没有的，等下去拿红吧。哎，他知道别人拿蓝，为什么？哎，别着急啊！我的天，请求集合，收到。这边的兵力从别卖我，朋友。哎呀！哎，他把我卖了一手，我觉得他跟我一起打的话还好。主要是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谁是辅助，因为他们三个人长一个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三个人绝对都长一个样子，搞得我很尴尬。你别说这三个人长不一样，这个红怎么还不刷？打这边，跳过去，跳，咬，咬一口，哎哎，跳，咬，啊，一技能，哎呀，他怎么又回去了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他踩你。真的是醉了，哎，他别别别，我就是拿命在跑了，兄弟。哎，你早说你们打得死呀，真的是浪费我表情，急死我了。为求英雄城的女子而战，人们跪着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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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疯狂在跑，
咬死你。拿他们家来，去不去？请求集合，拿暴君。不着急，刷个蓝。再往这边看，想一下，他大招死了，有了，不管了，惩戒 A 三下，刷下路了。我们这把赢了，好吧。还打，他勾到了，他在吸，但是他只有一个人，他这个处境很危险。哎呀，帮不了啊，朋友。攒一下能量，Let's go， 翻野。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波，绕走位，上路带。哎，先别急吧，人不齐啊！你要跟我打？好稳啊，他们！他们野区已经被反烂了，老虎的节奏太快了，他们不好打。过来，我想拿主宰了。有个人要送，他不是送，他在吸，我在拨，我一技能拨。哎呀，好痛！这是什么？我怎么没看清楚，自己血条瞬间消失了？这个人还是有伤害的，给他一刀。啊，助攻在无所谓，买装备。哎呦，好烦啊！不用主宰都赢了，我刚才跳到里面，他雌雄双剑接扫射，空中支援，这种技能能打得到我？醉了，醉了，醉了！你去拿，你去拿！别！我的队友需要我跳来了，开播，一起来播播播播播播播，二技能播播播播播，一技能播播，开二技能播播，怎么盯了个塔一下？我这个播，哎呀，累了累了，播不动了，他把我shut down了。别闹！什么叫请叫我宇智波？不要闹！这几个肉，这片绿荫从来不缺乏天才，但我就是那个天才。别慌。闪现一刀，跳，咬，死，拨拉走位，跳。哎呀，我走！哎呀，我走，吃烤鸭吧。
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，哎，怎么打着打着又打不了了呢？莫名其妙的。啊，我们还是拿主宰的，我不想浪。哎，好烦的，每次我这个老虎打到前面都很好，打到后面就，他突然起来了，我真的，哎呦，真的难受。这刘邦给个大招到他脸上，我跟他对着点还点不过，我们拿主宰好吗？他们把节奏拖起来了。出错装备了，啊！我出破甲弓为什么出成这个了？别闹！哎，这鲁班站在这里，你要我们怎么打？还打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搞错！我服了，啊，别打了。又死光了，哎呀，这个距离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鲁班，哎呦，是真的烦。他知道他是你，哎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真的是服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这三个人越打越崩。你觉得我能跟他单挑吗？我打不过他吧。乖乖。为求医胸前的名字。草里面开船了，别闹，还有两枪把别人扫残了，怕是个妖怪吧。机会，哇！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。要哭了。请求集合。别。我好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片绿茵只缺拖到半个小时，只能打一把的局吧？
哎，这又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妖怪三人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能不能好好玩游戏？你这不高一下，说得过去，这不高。可以，心累了。怎么玩？搞个鲁班好吗？完了，他又死了，走吧。吓得我疯狂清兵线。这又是干嘛？能不能好好玩？这两个人，我真的是服了！打这个跑车好吗？哎呦！哎呀，真的是烦。真的好好选英雄，随便赢好吗？我真的是好烦啊！他们真的就不能好好选英雄吗？就非要玩一些怪怪的东西，来个辅助，带糖。
是的，叫这个阵容锁赢了。好了，这把十五分钟内解决问题。懂我意思吗？很快，好吧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也不需要解说了，你看就行了。我将会展现出100%老虎对野区的狂暴掌控能力。坐好，他们炸了。OK。懂我意思吧？十分钟投降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输出又不够危险。不够就不够，无所谓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法兰，请做好准备。援军出击，请求集合。发射进攻，记得我第一个足球的样子。请求集合。怎么玩？这个中路把我蓝给拿了，然后现在还三级。行呗。
请求集合。我是神秘凶险的名字。呵呵，顶回来好吗？做点事吧。做点事，做点事，骄傲技能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在往这里面靠，就想他奶我一口，他也往右边走，这个没吃到这口奶。你真的是个神仙。服了。这剑。他怎么往里面冲啊？赢了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告诉我。
不容易啊，朋友，要吐了。拿不拿抽？气不气？有没有办法？终于是赢了。再见了，十七分。孙膑不错，还可以。打了八个小时，还电台吗？要不明天吧，换明天行吗？今天打太久了，我已经讲不出话了，有点累。我在最后打一把，算了，还不打吧，打一把什么？打一把边路芈月吧，好吧，教学一下。我带个铭文。哦，前期伤害太低了。再狩猎吧，狩猎心眼，宿命，宿命会不会太缩了？会不会太猥琐了？不行，这样没吸血呀。但前期法强又不够，你要这个吸血干嘛呢？对吧？啊，就这么试一下吧。呀呵，换号。带红月吗？红月不好吧？你 A 那么快，累不累啊？就这样吧。带梦魇，来看我单边芈月，走一走。
单边芈月，了解一下。我完上了。好，感谢办卡的朋友，谢谢。好，我是不是打了？我是不是打了一千纸，打了一百多分呢？或者玩下路都可以，给一条路我就玩。嗯哼，行啊，50%胜率怎么不行啊？哎，别逼我去中单，我中单不好。哎，完了，这个鲁班我打不过啊，完了，行不行啊？好像芈月打鲁班比较难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去打野。真的是把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怎么这么多事儿？充了电，充了电。今天从我明天也从4点开始播，打波段位。我明天不会到1600后又反向冲锋掉下来吧？千万不要安排我。其实我不想去上路，我上路打不过鲁班。我这种英雄是跟别人放风筝的，他这个鲁班被牵着绳子，我真的不好打。气死你！现在上路带是吧？前期我们跟鲁班还是可以打一打的，就到后面就不好打。他们是不是要来抓我了？哒哒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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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不出来的呀，这帮我蹲没有意义啊。
兄弟，啊，我到不了四啊，没做再努力啊。有一个 A 两下呀 ，A 三下，再一个一技能跳过去，我 A 有没有闪拉？二技能牵住，再见一个 A 闪现 A 死有了。哎，他们这一波就血炸呀，朋友们。打暴君呢？这个二技能一旦牵住别人，你就牵不住别人。不加攻击力，加攻击力才强，好吧，这个二技能很关键的，你一定要拉住别人，拉住别人偷攻击力啊。请求集合。开始撤退。吸不吸？有办法吗？抓我是抓不到的，让我出个面具，我要把他单杀掉。给个面具，我单杀。我要去单杀他了。朋友们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怎么单杀鲁班，了解一下。了解到了吗？是不是你扛两下塔，第三下塔打你的时候，你再用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前面你用大没有意义啊，因为前面那两下那个塔打你不痛，你要卡到后面再用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懂不懂？对吧？你扛塔杀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等后面那一下，你不要前面两下你就把这个技能给用了，好吧？你等后面两下，后面两下打人打得痛，他如果被我牵住，他又死了，是吧？一下两下，第三下开大招躲 ，A 一下拉走位不及，这个人没有跟上。等一本血书啊，增加续航能力。有人吵架了怎么办？我还在越塔杀这个鲁班，不慌。好，有血书。我好像可以抓到这个，自信打不打？你真的是跟我拼？哎，他为什么敢跟我站着打？这不太搞笑了吗？这个鲁班太逗了吧！我的儿子们疯狂给我输送血月，哎，有了，再见，四技，往这边走，走，往这边跳，我技能拉一下，哎哎哎，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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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，哎，妖怪，拉一跳 A 大招。不会你跑得这么快吧？我的天，他怎么跑得这么快的？啊，我怎么打不动人呢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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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瞎玩了。
太浪，抽他抽半天没抽死，可恶。面具，给他个鸟，送他归西。休想鲁班拯救世界，完了，他这个站位又要炸了，救救他好吗？不要让鲁班起来。啊！又有盾，哎呦，真的是好烦哦！越塔杀了，可以。什么伤害？七个人头，暴君没了。我感觉我并不是很强，是我铭文带的有问题吗？我想上路无限推，结果我打那个，结果我发现我打个李白都打不死。来跟他们拼了！妖怪真的是打不过呀！就是这一波，哎，这个后羿怎么在那里刷？来对着西，他抽我，我也抽他，我们两个对着抽，来来来，是吧？我们一起灵魂绑定，他想绑定我，我也绑定他。
结果那个混蛋他先放手了。哎，别！打他！这不来暗影主宰吗？就放任他，他一脚把他踩死了，可以的。来呀！都不跟我打，连接！哎呀，天上好高啊！大招啊，逼他走位呀！二技能拉一下 ，A 三下闪现拉中一技能 ，A 两下跳过去 ，A 两下 A 两下，嘻嘻嘻嘻嘻，二技能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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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技能跳过去嘻嘻嘻。GG， 吸得漂亮。金牌上，感谢爱迷妹的小娇妻，谢谢。可以，问题不大。走了，别想我，我跑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朋友们。感谢爱迷妹的小娇妻，拜拜，晚安。